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中义里里长候选人，一路中义里里长候选人，今日就给您拜票，希望你今年会使给你你上赞的一票，等我一路，我一定会为咱这中义里用心用力服务到底。这个所在就是长龙路啊，咱这个中华街，这就是咱的黄昏市场。甲下晡迄阵就足闹热的，囡仔啦买买菜，买买肉，买买饮料的。家拢有啦，这个所在真好吃，就是咱的这个加码，加码百货，长龙路的加码百货，罗州中义里就是这个角，汉堡王这个角，一里角，中环路。中安路过我这个中安街，中安街过我咱这边的中华街，哦，啊，过这长龙路这个角，四四角角，就是咱的中义里。中义里为贵族世家行起来，家都有 net 过行来这边就是长龙。比尔科、亿万里、甲摩斯汉堡，摩斯汉堡嘛是咱一般的人吼，内底食咖啡啦，还是食一寡轻食的吼，足好的地点。摩斯汉堡代表有全国电子，嘛有屈臣氏，吼，啊，这拢大间国际型的哦。所以咱这个中义里讲起来，嘛是真好的所在。如果要买比较好的鞋子，哦，那个跑鞋，咱这摩曼顿长龙店家里面也是有很多很好。另外呢，鱼米，哦，鱼米也有人在咱这设一个，哦，店，哦，啊，隔壁也有一个便当店，哦，啊，这个三号，哦，这个热炒，哦，这间也很热闹的，暗时哦，够热闹。啊，这二楼呢有我们这个小林华人，啊，小林华人这也是算起来也是很古历史的这个连锁店，美容美发连锁店，这几天，啊，我们这又新开一间阿二麻辣食堂，也是每顿都客满了，啊，你也有时间也来这里来享受一下，哦，这个我们中意你的。啊，那你想着讲，可能是啊，想着讲要跟咱烤肉，哦，要跟那个较有气氛，跟中秋节较有气氛。啊，阮家嘛一间烧乌丸家，哦，这间嘛是老的滚滚。希望你也再来这消费。啊，讲着吃阿面，啊，吃阿面，阮这间阿芳，哦，吃阿面嘛是。强强棍的好吃哦，好吃的吃阿面，阮中意你的哦。可当哦，这是卖囡仔衫、囡仔的迄个用品的，啊，这就是我第一阶段吼，就讲到这吼，啊，对面就是玉山分行，啊，对面嘛足济好吃好料的吼，王将啦，啊，迄个真鲜啦。这就是我给我介绍的，哦，咱这个中义里的头前这个部分，一些店面。